你好朋友，这里是一周电台 1.0 完结篇。今天分享一段电影台词，我希望你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，我希望你能见识到令你惊奇的事物，我希望你能体验从未有过的情感，我希望你能遇见一些想法不同的人，我希望你能为你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到，我希望你有勇气从头再来。感谢过去三周的支持和陪伴，未来也许会重新开启，也许会变换一种形式，但热爱生活，关注生活点滴，分享平凡小事的主旨不变。朋友，回见。